兄弟叫陈二雷，他有个兄弟叫程二雷，对对对，你们都知道的。整个新都知道了，看，六分区有两颗雷，这是军部特派记者给我们写的专访，那记者是你的，他已经进了翰林搜了，他老公遭子弹，延安报上，毛主席的看过，你知道吗？毛主席知道我们六分区的。我说啊，你们那个陈二雷在哪呢？这给我瞧瞧。啊，那个，好几箱呢，开了啊。开啥？他一人都干掉六七十个鬼子，全拿枪，天哪，比三八大概还长半尺呢。 出来的，哎，咱们这上哪去了？转移啊！哎，是不是去转移到牛湾镇呢？哎，你还知道牛湾镇呢？啊，我姐就在那边住着呢。哦，你姐住牛湾镇啊？啊，哎，咱们是不是去牛湾镇？到了目的地你就知道了。你先入列吧。 能看清楚吗？能看明白吗？怎么了？不吃啊？发牢骚呢？发牢骚啊你？总理员，你是不是？哎，哎呀呵，哎呀，这么精神啊！ 这新军装、新鞋都穿上了，总理员，我们现在请假几天去看我姐和姐夫，就在南湾镇，一天就回来。行，准了。然后你跟三营长报告一声。哎，哎，但是你不能穿这身新军装去啊。那个牛湾镇虽然是我军的活动区，日伪一般不敢来，但是也不能大意了啊！换身衣服，啊，快去快回。行，好了，去吧。 你怎么不吃啊？啊？过来，还不走？曾源，你怎么的？我有事儿啊？啊？我有事儿就直说。我想，我请你的师傅去一下。 哈哈哈哈哈！就一天，我天黑就回来。你，哈哈哈哈哈！天黑就回来了。我明白，你想骑着我的马去炫耀一下自己，让你姐看了高兴啊。我姐看肯定高兴。哈哈哈哈！是，肯定。我不借。曾远，我就骑一天，天黑就回来了。天黑就回来了。哎，嘿，借我一天吧，曾远。
真麻木。我的马呀，一般是不借给别人的，但我今天可以破个例借你骑一天。真的，司令。让你骑它可小心啊！我这马傲着呢，这除了我之外，它从来不拿正眼瞅人，啊？为啥？你骑上它之后你就知道了。啊！我这个马呀，只要一上路，昂头，咔嚓一个喷嚏，然后四个蹄子就呱呱呱呱呱呱呱，哇，那神气那！对对对，比个少将都威风。这马种好，神着呢。什么意思？司令，你看这日本鬼子都是鞍矬子，对吧？嗯。那马狗啊就不一样，它个儿就高粉，为啥呢？这日本鬼子种孬，日本畜生种好。这我跟鬼子交手这么多年，这一点我倒没在意。你一眼就看出种的问题来了啊？怪不得翰林说你这个二雷倔是倔，冷不丁精辟起来吓人一跳。进步了，二雷，你不但能发现问题，还能分析问题了。他要这么进步下去呀、啊？司令啊，我牵走了。啊，牵走吧，一天啊！哎，日落前必须回来。哎，知道了，不能犯纪律啊！知道了。哎，拿着这个。哎，他就骑你一天啊！哎，我知道了。我说的马，别说你。跟三营长报告一声啊！哎。体会顺流那一天的喜悦，但我体会不到顺流姐弟之间的那般深情。顺流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就是他姐姐。自从他母亲死后，他姐姐实际上就替代了他母亲，一把屎，一把尿，一碗奶，一支歌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把他喂养成人。粮食啊，今天还挣了4元钱呢。他给你美的4元钱，买斤盐都不够。慢慢攒呗，等攒够了，我给你打个银镯子。我不要那玩意儿，显摆什么呀？哎，那哪行啊？结婚快2年了，我连件像样的首饰还没给你打呢。你要真有心啊，就在院里给我打口井，免得我跑那么老远洗衣服。再说人家那井是浇地的，老用也不合适啊。说的也是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不能连口井也打不起吧？你就是打不起。行了，你打不起我也给你过。
哎呦喂，顺溜，就你啊，真是你啊，啥时候来的啊？你姐想死你了！姐夫，你劲儿真大，比我们营长劲儿还大。来，快下来，赶紧割肉去。顺溜，进屋坐，我割肉去啊。你割肉。哎，走。你姐夫啊，现在帮人开了个肉铺，这人可狠了。姐，你和姐夫你们俩过得怎么样？挺好，挺好。说过两天啊，给我在院里开口井。那好，宝哥你快点啊。哎。 好喝不？嗯，好喝。慢点，别烫着啊！姐，我一喝这汤就想起大姐打的鸡子，想起你炖的汤了。那你就多喝点啊。慢点吃。你怎么样，在部队上有面吃吗？有。我们部队啥都有。那晚上睡觉冷不冷啊？不冷，我们部队啥都管。 你看咱家顺溜是不是已经壮实好多哈？嗯，嗯，你看，你看，嗯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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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部队常见。慢点，嗯，部队天天练。顺溜，嗯，你打过仗没？当然啊，打仗我都是老资格。是吧？嗯，哎，在哪打的？嗯，最近是咱战斗，我们是在三道湾，就离这有100来里地。 在那儿啊，嗯，哎，我上次赶集的时候听别人说啊，那天那枪打的，就跟炒豆子一样，打了2天2宿啊。哎，小鬼子，把什么大卡车、机关炮全都调过来了。建夫，你说的一点都对。嘿，我在那儿盯了2天2宿，没下火线，到最后打了好几支枪，人家那个狙击枪、机枪、步枪、三八大个全打了。你伤着没有啊？没有。 子弹没有跑得快，兄弟，嗯，你打死过鬼子吗？你猜，肯定打死过。嗯，少说也要3-4个吧。2个，那1个也行啊。鬼子也是人，1个人1条命，嗯，打死1个也值。小鹏，我跟你说，我当兵到现在打了70多鬼子，伪军不算。70多个呀？嗯。 比咱那打的狼还多呢。嗯，哎，你看，新四军报上都登我了，这是我。你看，那个特派记者专门采访我的，真挺像的哈。像吧？像。哎，你看，画的真好哎，真像哎。哎，顺溜，嗯，你这是在。 你说咱家顺溜怎么这么能呢？现在，姐，你上面命令下来了，上级说要给我寄大公一次，那功劳证回头再发。是啊，嗯，那韩磊还说了，说这个特派记者写的这东西，那个阳光棒上都有了。是啊，啊，毛主席边喝茶边看边喝茶，看了喝了再看，看了再喝。鬼顺溜，你太有能耐了。你说咱那要知道你能变成这样，该多高兴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吃点肉，别光顾着说话。来，嗯，哎，嗯，嗯，哎，姐，那东西你看，这是啥呀？绝对没见过。哎呦，绝对没见过。哎呀，姐，我说。 这个就是狙击枪，而且这个枪是我们全军里边只有这一把，我接过的。真的，给姐看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
挺帽子叫钢盔，六分七刚满月的时候，我们司令员带着他去视察，让我一枪蹦打下来了。后来，嘿，这就归我了。你帮谁？司令员？啊，我当不到爸妈了，差点犯错误。那人家不恨你啊？没有，我们司令员对我可好了、啊。那到底写的啥呀？你跟我说说呀。姐，你看这几个字啊，全是我写的。我两天功夫学会十个字。真的？啊，这前边是新四军。这边是排长，我既是新四军又是排长。我弟可真能，不但会打鬼子，还会写字呢。咱爹一辈子一个字都没写过。你快过来让我看看。新四军排，哎，那不后边还有五个字吗？这后边五个字是我的大名儿。我大名叫陈二雷，小名叫顺溜。你不就叫顺溜吗？啥时候叫个陈二雷了？姐，陈二雷是我的官名。是我们司令员啊，亲口给我起的。他叫陈大雷，我叫陈二雷，这听起来就跟兄弟似的。这报纸上都这么叫我。你不叫陈二雷，你就叫顺了。姐，你不懂。我在根据你这名气可大了，你要是提顺了，没人知道；但是你要是提陈二雷，不管你走到哪里，什么班长、排长、连长，都会过来跟我握手、拍肩膀。那也不行。你是姐的兄弟，又不是他司令员的兄弟。再者说了，这名是爹给你起的，你到死都不能改。你给我改回顺了，听见没有啊？听见没有啊？来干嘛？姐，你把身体坐直了。人家都看我不好意思。那怕啥？人越多才好的。姐，我看出来你和姐夫都是老实巴交的人，肯定让别人欺负过。今天啊，咱要扬眉吐气，你把身体挺直了，昂首挺胸，咱们瞧瞧。喜欢什么你就说一声啊，我给你买。我啥也不要，还得花钱。没事儿，我有。有啥钱呢？老板，把这个拿过来。哎哎，好，好嘞。我不要。你看看，你看，姐，你看上面有凤凰，好看吗？我跟您说，这是真丝的，刚从苏州进的货。您要是哈口气儿啊，哎，它都能飘起来，真的啊，是多少钱啊？太太，您要是看上了，拿走，不要钱。那哪行啊？哎呀，您能看上我们小贵的货，那是我们小贵的荣幸啊。送您一条丝巾，那是我们想讨个吉祥。不行，你不要钱，我不能要，拿回去。你这姐，你给他，我有，姐拿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骨气啊？我跟你说，别管是谁，该要钱是得要钱。再说了，我们新四军哪能违反纪律？我是排长。哎呀，长官，我是表点心意。其实这个货，它不值什么。您别庸俗。我啊啊，对对，长官说的是。用顺溜，顺溜，别找了，我不要。你拿回去，姐，我真不要。姐，你拿去，我拿着。要，拿着，够不？哎，够。足够了，谢谢啊！哎呦，不谢不谢不谢，您走好，得空常来啊！姐，你记上。顺溜，你咋当了排长了，还那么穷啊？姐，我不穷，我比兄弟们多顶帽多双鞋呢，我那都是干部鞋。姐，你不知道，翰林他都没有。谁是翰林啊？你老说老说的。翰林就是我们分军的文书，
哎，就是他教我写的字儿，一天五个字儿，我们俩关系可好了。你看，姐好看不？好看。那娇儿谁呀、啊？他怎么老看你、啊？他叫胡胜，他喜欢我知道，我不理他。这事我姐夫知道吗？他那性子，我敢让他知道。不能让他知道，我处你。你说啥？姐，你别管了。骑得我腰酸背痛，姐，走路累。你来，让我下来。慢点。哎呦！哎，媳妇儿，粥都煮好了，馍也蒸上了，你俩先回去吃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溜溜马。好了，我们一块儿吃。你让他抽显摆去吧。走。哎，吃。你要是喜欢他，我送给你。顺溜，当真啊？这点小事儿，我说了算。拿去。住几天呢？一天都住不了。为啥呀？我们部队上就纪律，我今天晚上必须得回去。那好不容易回趟家，住几天怎么了？姐，我们部队上有纪律，当兵了就有纪律。过两天不是8月15了吗？我寻思着爹娘的忌日，你要是能跟我一块去烧柱香就多。快黑了，你怎么走啊？姐，你听我也商量了，我在部队也给爹娘磕头了。没事，我不就吃红饭。他就跟风似的，一会儿就到了。多吃点肉，回部队没肉吃。姐，别说了，没事。我一会儿还回来看你。你这是干什么呢？顺溜啊，把肉带回部队去，给战士们吃。啊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咱家也不富裕。你就听你姐夫的吧，咱家不开肉铺呢吗？啊，没事。姐，这次我们6份鸡能吃肉了。姐，那我走了啊。慢点。哎，路上小心点。知道了。有空常回家看看啊！知道了。
长队，辛苦了。今天怎么打人了？过来人了！你别让老人，镇上看我姐，我算是看你姐了。你也谁呀？今天在镇上你没看我姐？我就看了，怎么着？好了，快走！快！哎呀！别打了！同志！别打了！你光琢磨，让开！那个新队警可面熟啊，好像是六分局的常二雷。对，是他，我在六分局见过他。这印象太怪了，我们去劝劝他吧。不行，这样我们会暴露身份的。我们的任务是侦查敌情情况。是。这小子倍儿好人，我跟你说，谁都别理他啊。这新四军怎么打人呢？打人呢？通了，通了。嗯。啊，真通了？真通了。啊，是里面嗡嗡嗡的，哈哈哈！哎呀，这半年了，这总算能跟军区直接通上话了。这是人家一分区、三分区早就把电话线连上了，就咱们六分区，太远，中间还隔着敌占区。老班长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？哎呀，二雷回来了。哎，你看看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？肉啊。这个半片儿哪来这么多肉啊？我这不是刚探亲回来吗？这是我们家宝哥，正是靠我孙子军的。哦，但是，哎呀，二雷啊，你这样子给我有点为难。你要给我带个二斤枣，那我肯定是要的。但你这个整个半片儿，我可不敢要啊。老班长，你还得装？你看咱兄弟们多久没吃肉了？全队长，兄弟们吃个够。啊，谢。哎，当真？当然了，我还唬你。我说让你们吃，你们谢就行。吃，全放下来。那行，兄弟们，把肉卸下来，价格大过。谢谢，谢谢，有肉吃了。谢谢。哎，等，别掉了，别掉。哎呀，走了。哎，谁？别动，谁别动？不用猜，肯定大司令给我来的电话。会吧？信不信吧？你们不信？不信？让他想一会儿。接了。想一会儿。接了。想一会儿。啊，大司令，我在这边给你打个敬礼啊。敬礼。听见了吗？大司令啊，你看这隔着几百里，我们还能面对面的说话呢，这说明我们军区大发展了，小日本都越来越不行了。是啊，是啊，啊啊什么？啊？一定严肃处理。啊？哎，好，啊。妈窝囊，妈丢人丢大了都！陈二雷不好好探亲，跟人打架。这玩意儿吗？陈二雷把一个叫虎生的给打了。这个虎生是一分区游击队的民兵排长，他给人打断了两根肋骨，三颗牙。大司令告诉我，说好多的老百姓在围着，这影响坏极了。赶紧找人把他给我抓回来！这个，我刚放他半天假，给我扯出这么大篓子。司令员，他还骑着老子的赤红马呢。不对呀，司令员，你我们这个地方跟大司令离几百里了啊，那么远，我们都不晓得陈二雷出事情了，大司令怎么会知道呢？
丑事传千里吗？查尔打仗的时候，正好一分区一个侦察员就在边上，人家看得清清楚楚，人回去就向分区报告了。不用猜，肯定老刘向军区告了状。令谁？把三二零给我叫来，马上就派人把他给我找回来。还有我的马。哎，二雷，哎，二雷，翰林，把马给我，你在这等我啊！别过来，怎么了？别过来。怎么了，翰林？就你别过来。怎么了，翰林？你还知道回来啊？什么？我出事了？你出事了，你出大事了！我跟你讲，我出事了，我打架的事儿，你自己还知道啊？咦，这事儿怎么搞的？我在外面跟人家打架，离这有几十里呢。哎，我谁那么跟你说？你怎么知道？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你打架的时候，人一分区的那个侦察员就在旁边，立马告到军区了，军区大司令立马电话来了。你知不知道？你打到人家两根肋骨，三颗牙。你知道你打那个虎生是什么人吗？什么人？民兵排长。那是兄弟部队的战友。你影响多恶劣，你知不知道？翰林，你不知道那小子可坏了，捡我姐漂亮就欺负我姐。我没揍死人好的了我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啊。反正司令员生气了，你发火呢，让我来找你。没事。我自己惹的事，我自己承担。我嫌你赵司令员。哎，你现在不能去，你现在去，他不扒了你的皮才怪呢。我看他那样，都想咬死你。我跟你说，你别着急，我们好好想一想。哎，我跟你分析分析啊，那个叫虎生的，心术不正，贪恋美色，每天都恶狠狠地缠着你姐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小子说喜欢我姐，我们正在感激呢。当那么多人，他又是看我姐，又是看，你知道？想跟你姐耍流氓。啊，那小子说喜欢我姐，晚上做梦还梦到我姐。翰林，你想，这小子晚上做梦都不是好东西，更别说白天了。啊，这人怎么这样呢？这明明排长这什么素质嘛？这是，就让他该揍。不过咱管不了人家做梦啊，这得有事实才行啊。你们打架的时候，是不是他先动的手？不是，是我先动的手。我就是专门过去揍他的。那你也太狠了你。反正，我也没办法救你。怕啥？我去找司令员去。陈二雷，我放你假才出去一天，就给我惹出这么大祸事来，连我都跟着你丢人。刚才这分区刚刚跟人军区通上电话，第一个电话军区人就提出来战斗英雄外出打架的事儿。你才当上排长，你有点进步了，就开始犯毛病了。这件事你必须做出检讨。我说的话你听清没有？检讨。司令员，你那小辈儿东西他就是该揍。就你是东西。新四军排长打人民兵排长，战斗英雄犯纪律，什么影响？怎么的？要犟脾气上来了？我告诉你，你犟，我陈大力比你更犟。这件事你不做出检讨，我灌你金币，我撤你职。撤就撤，灌就灌。你说什么呢？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当不了排长，我只会当兵。回去，都出来！我傻小子，集合，动作快，快点！站，站！报一下，全体人员到齐，请指示。稍息，稍息。
讲一下。陈二雷同志严重地违反了纪律，现在分区决定撤销其排长职务，禁闭反省。我希望同志们吸取教训，引以为戒。解散，吃饭。哎，科长，你干啥呀？怎么样，肉好吃不？好吃。我们家保护送的。哎，多吃点。排长，您放心进去吧，回头我给你送碗大肉进去。排长，你是为了我们大伙才挨罚，这份情大伙都记在心里。没事没事，禁闭就禁闭，你们呢就放心的吃肉就是了。过些日子，我们家保国还给你们送肉吃啊，多吃点。谢谢排长。哎，排长，你先稍等会儿啊，我去把铺盖给您铺好。快！报告排长，铺好了，你休息吧。哎，好，谢了，兄弟。你忘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是排长了，有别这么叫了。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排长，那个我得把门锁上。嗯，有事你喊我。行，你锁上吧。你这次去军区开会到底要几天呢？我最多三天就回来了。伙计，把县令抓紧，这部队刚一换驻地，有些松散忙乱的。比如我夜里去查哨，有一个换岗的兵找不着哨位了。那么一旦发生情况，这个战士能不能找着排长？这排长会不会找不着连长？这是问题。司令呢？你放心吧，就你走了几天呢，我一定把这个训练抓上去。你看这个陈二雷，禁闭都关了一整天呢。完事，让他继续反省，不做检讨不放他出来。司令呢，这个陈二雷啊，他立过不小的战功啊，我看是不是把关一关、批一批就放了？不成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一码是一码，这两样东西不能互相抵消了。老伙计，我告诉你，这个陈二雷，他最大的毛病，他不是他犟脾气，也不是他骄自满，他缺少更重要的品质。真正的军人不只认两条，一是要勇敢，二是要有命令意识。他呢，内部野气与生俱来的，就像深山里的狼，他自由自在惯了他，他从来没有彻底把自己交给军队。这一次，我一定把他给拧过来。不然这个材料就瞎了。走了。哎，哎，哎，司令啊，日本人是不是怪罪我们了？松井让我去参加作战总结会议。啊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每次的作战总结会议，松井都要枪毙一两个作战不利的皇协军军官。上一次是连云港的何子奎，这一次。恐怕要轮到我喽，司令啊，我们千万不能去，千万不能去哦！不去，不去死得更惨，去了，倒可能还有一线生机。哎呦，司令啊，你可不能死啊！你要是死了，弟兄们怎么办呢？司令啊，你看看啊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？老李啊，啊。我正要有几件事让你去办，司令，你吩咐我。你立刻去河西店、南各庄和宋家洼的这几个地方去跑一趟，嗯，传遍一去，仔细打探消息，
摸清情况。我一直怀疑这几个地方有新四军的暗潮，有抗日分子暗中沟通六分军，我就是搞不清是哪个地方。你去了以后，摸清情况，明天日落前回来向我报告。哎，老李啊，嗯，跟你说句心里话吧，如果我能带点什么给松井的话，或许还能逢凶化吉呀。明白了，司令，我去。不瞒你说，我河西店那边还有个相好，那边啊，我熟得很。去吧。哎，我去了啊。我想慢慢说，就当作时间再一次流过。你我的故事从未消失，就算生命停止，执着在你手中紧握。